音乐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马上了。那还不快去！啊，去吧。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呀？我爱你，妈妈。谢谢爸爸。哎，回来。手机。好吧。谢谢。我走了。玩个高兴啊。好。中午记得吃饭啊。好。有事打电话。都是你惯的，你看我们这……哎，何乐。谢谢叔叔阿姨。哎。 让他们得逞了，票都买了，别浪费了。你就惯吧。何乐妈妈，咱们都知道孩子没事，咱们就放心了吧。初三嘛，学习压力挺大的，够累的。咱们就出来偶尔调剂一下，这个劳逸结合，促进学习嘛。<笑>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们玩吧。啊，对了，云杰妈妈，你们俩今天是不是还要出门啊？啊，对。那我们在这接着等他们。 你们先回吧。哦，好啊。那麻烦你们了啊。哦，没事。客气呢。那我们先走了哈，放心吧。哎，再见啊！再见。怎么了？我刚才看你就有点不舒服。肚子疼。肚子疼。往下坠的疼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前两天就有点不太舒服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回家。好。怎么厉害？啊？好像流血了。上医院，走，咱们上医院啊！你坚持一会儿。
哎，别人都出来，就他不出来，一天把我气死！你说，老婆，一会儿回去的路上，你千万别再说露露了。现在的孩子呀，又脆弱又叛逆，这样以后我们很难管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气死人了！叔叔阿姨好，这玩起来没完了，那我们不得等我们喜欢的乐队演完呀？ 什么时候学习有这个积极性嘛？哎，阿姨，我爸爸妈妈呢？他们走了。啊，他们不是出趟远门吗？你妈妈让我们把你啊送到你外婆家去。哦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上车吧。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等我回到家，肯定又是一阵腥风血。 那你怎么办呀？实在不行，我就拿出我的杀手锏，就说他们主管我弟弟不管我。哎呀，你爸妈心可真大，这都不管你，直接回老家去了，真羡慕你啊，躲过一劫。一会儿上车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一会儿还要面对疾风呢。加油，加油！我骑车。 我今天去那音乐节可有意思了，你要在的话肯定也很喜欢的。是啊，嗯，哎，我第一次去音乐节就是你带我去的，啊，是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那得多早以前的事儿了，那会儿我和你小姨夫还在谈恋爱呢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哎呀，那会儿多自由啊。记得那次是我第一次看乐队。 第一次喝可乐，第一次吃冰激凌，虽然被我妈训了一顿，那也值了。可惜你被你妈训了，我都快被你妈骂死了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妈从小就爱骂我，哎呀，什么事儿都要管。你姥姥姥爷有时候都不管我吧，全都是你妈管。嗯，你好歹有外婆宠着你啊，那我就太惨了呀。我妈管这么严，我爸在家又没什么话语权，我都希望外公外婆能冲过来帮帮我。 说明当年在我身上发生的，现在都在你身上了。哎呦，我姐真是不容易啊！现在想想，多亏了你妈。小时候呢，小姨的成绩不好，嗯，你妈其实特别着急，她一着急她就训我，她一训我，我就在课本上乱涂乱画。结果有一次被你妈发现了。 完了，我想完了完了完了，你妈肯定又要训我了。结果你妈在那儿看半天，嗯，我妹画的不错嘛，我妹妹是个人才呀，带我去学画画。她说你学习不行，算了，别考试了，去学美术，考大学。然后她每周呢就带着我去上那个画画课，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可辛苦了。我在那儿坐着学素描课，你妈就搬个小椅子在我边上写新闻稿，连个桌子都没有。 看来我妈眼光还挺好的，发现小姨才华了。那我当时不觉得呀，我还恨她呢。我觉得她占用我仅有的周末休息时间。现在想想，其实挺傻的哈。多亏你妈当年逼了我一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也不可能上大学呀。你知道吧？小姨以前玩了好的同学，好几个都没上大学，现在日子过得可苦了。所以，虽然当年气哭了好多回，但是还是很谢谢你妈妈。 要是我不上大学，那我也不可能走上设计这条路，更不可能跟你小姨夫一块创业。
我觉得小姨夫可真是好人，他对你真的太好了。以后我得按照小姨夫的标准找老公。哎，别别别，这这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你看看我，哎，现在一点自由都没有，怪谁呀？都怪你小姨夫。错了，你怎么能给错了？赶紧蹦，别去。那一坐呀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姐夫，你要跟姐好好做做思想工作，真的。生孩子的事我是后盾，我跟你说，办好我都想好了。之前我不是给姐钱点，姐不要吗？我先把钱给你，你就说这学校给你的经费，你就不用钱了。孟安已经决定保胎了。啊，保胎！哎，你太厉害，姐夫，太好了！我就说要生嘛，真的要保胎，姐夫，你可以啊你啊，姐的思想工作你都能做通。看你平时在他面前也挺气从的，说话还挺好使啊。不是我劝他的，是他自己啊想通了。那不管，只要他愿意生，姐夫，你可得把他盯紧了，别到时候他突然又变了，一不留神把手术给做了。来吧，万一醒了呢，又后悔。我去看看。那你回来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现在高兴的还太早。有些情况他就是他有点复杂。不就是生了孩子吗？不就是养了孩子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后盾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拍我了？你能不能听我说完？后盾后盾的，那声音还那么大呀。你说。孟安啊，他是先兆流产，那大夫让他现在留院观察，这不刚打的那个保胎针吗？知道了吧？所以后面怎么样还不知道呢，高兴什么呀？也许，我们想生，老天不允许呗。那你要保持乐观，咱们已经走了一大步了，从开始坚决不生到现在开始保胎，对吧？欣欣不也一样吗？都怀第二个了，第一个时候遇到各种困难，医生也那么说，一会儿孕酮低了，一会儿孕酮高了，把我们吓唬的深一脚浅一脚。哎，熊熊生出来不好好的？对呀，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孟安在怀孕界的时候啊，也说他是现场流产，所以说该治疗治疗啊，该保胎保胎，只要姐思想转变了，那就是好事儿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样给姐把思想工作做通了？我之前约谈他到公司，想让他给我们当个顾问赚点外快，他死活都不答应。不是我做的思想工作，是你姐自己想明白的。那至于怎么想明白呢？我也不太好说啊。哎，老贾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欣欣跟你说的？我，对。欣欣这个人啊，你是了解的，那个心里藏不住事儿，特别简单，啊，是吗？陈帮老板，你刚才是说你劝过孟安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啊啊，还编，真是！哎，我就问你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孟安没骂你啊，没镇压你啊？镇压了，那我也愿意试试。为了这个家，有志者事竟成，那是我的座右铭。嗯，老贾，让你操心了啊。就这一点，我还真得向你学习学习。说的没错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说太好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你饿了吧？我不饿。你饿了？我不饿、啊，你饿了？我真不饿。你饿了？我为什么要饿呢？我吃过饭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你怕多了？一般。啊，看有没有烧。
不刷了，你看。好吧。来，真真过来。啊，37，还行，退烧了。你咋了？这是不知道。来了，妈妈去开门啊。哦。咋不高兴啊？来了。哎，于医生。杨姐，孩子们怎么样？烧退了吗？好多了。我熬了点粥，他们病刚好，不能吃太辛辣的，吃点清淡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他们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啊。哦。你是不是没吃饭呀？我，你看，我一猜就是，光顾着照顾孩子，自己没吃饭。你得吃点，吃饱才有力气照顾孩子嘛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用客气。谢谢。我走了，谢谢。哎，拜拜。嗯。浩文，我自打跟你做了亲戚之后，这吃饭的地儿是越来越随意了。来，姐夫，咱俩碰一个啊，为今儿这事儿庆祝一下，干杯啊！姐夫。我今儿从外面才回来，我听说姐做手术，给我急的，我又不敢问欣欣，她现在谁跟她说生孩子，她跟谁翻脸。为什么？欣欣不是也要生二胎了吗？我现在家里我太难了，真的，她现在钻了牛角尖了，她就觉着是我骗她生的孩子。但是我确实想生孩子，爸妈也助了一臂之力。谁不愿意家里热热闹闹的多出一个宝贝呢？嗯，欣欣说的没错，那确实是你想生吧？我就是想生啊，所以我在家给他当孙子呀。他怎么样我都行，只要咱家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邦叽给他跪那磕一大头，我把他叫姑奶奶。哎呦天哪，你们家这辈分真乱。哎，这上回咱们俩喝酒的时候啊，你一听说有二胎了，那多高兴啊！今天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确实是挺不容易的。问你啊，要二胎了，咱们得做一些什么准备啊？或者说，他们有什么变化？变化，姐夫，那变化太大了，那就是一个女人变成了母老虎那么大。什么母老虎啊？那孟安生云杰的时候。没事儿啊，不是这样啊，姐夫，我说的是句句实话。你别看他们姐妹俩是一个妈生的，性格截然不同。你知道我现在这背上、这腰上、左膀子上、是不是右臂被他掐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？但是我认了呀，我认，我就觉得有志者事竟成。真假的呀？你家孟安不会，姐夫啊。我们家欣欣快生了，我肯定孩子生在你前面。那我作为过来人，我跟你说一句话。您打住吧，有志者事竟成嘛。装怂保平安，这我行。婉婉，真真。于晨叔叔送的粥，你们喝不喝？喝喝，快过来。好，一人一碗。谢谢妈妈。来，真真。谢谢妈妈。醒了，几点了？哎呀，天都黑了，我是不是睡了特长时间呀？哎呀，我觉得我睡得特沉，特别沉，是吧？特别好，我都没见过你睡得那么好。是吗？啊。喝口水。不喝。哎，刚洗的水果，你吃点。不想吃。行。还疼不疼了？不疼了，好多了。
药还挺管用。还是你身体好啊。是吧？我问你啊，嗯，你是怎么突然之间就决定了呢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。嗯。这总得要有个理由啊。啊。你编一下。编一下。编一下。我想想，编一个。编一个。我想想啊。嗯。其实就是来的路上，我看着你的时候，突然挺心疼你的。我是觉得我活到四十多岁，一直挺顺风顺水的，工作上没有什么大的波折，家庭上也都父母健在。我跟你不太一样，没有经历过亲人离世，所以。但是我肚子疼的时候是真的很慌，我就在想，要是我这孩子没了，我这不这个编的不好，我再组织一下。要不然你就还当我是个哺乳动物吧。啊，一个高级的哺乳动物，雌性兔崽子，行吧？编的挺好的，逻辑很清楚。真的啊？嗯。但我这决定会不会有点草率啊？不草率，特别好，我特别开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就你刚才睡着了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想到了云杰刚出生那会儿，数年以前了吧。嗯。他刚生出来，就那么大，六斤都不到。哎呀，那小小的，脑袋软软的，耷了一边，嗯，皮肤薄薄的，皱皱巴巴。你让我抱，我都不敢抱，我怕给他弄坏了。但是我是真的喜欢。你看你一转眼这孩子都14岁了。嗯，是吧？初三了。嗯，都学会组团骗人了。哎，组团骗人不是他，一定是刘思明那小子，他一肚子坏水。说什么护花使者，他护什么花？他是什么者？他就是个臭小子，乳臭未干。再说了，还有我是他爸，我还在呢，对吧？在呢。你说过两年咱云间是真的有护花使者了啊？那肯定的呀。哎呦，那个时候那我在哪儿啊？我得靠边站啊。你想想我爸。啊。嗯。太可怕了。我还是得对老张奶奶好一点，他太不容易了。我是不是点完这瓶药就能回家了？大夫没说能回家。那你去问问啊。我去问问啊。嗯，好，我去问问。嗯。女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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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算了吧，说了你会骂我的。哎，说不说谁爱听谁，一天天的喝酒应酬，肯定又跟哪帮狐朋狗友出去鬼混去，能有什么正经事？老婆，跟狐朋狗友鬼混那叫天大的喜事，我这个是天大的喜事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喜事告诉你，觉得我是咱家的功臣，我立了大功了，媳妇儿，真的特别开心的喜事儿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说吧。我真的不能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我要藏着我的秘密，我真的不能。不说，滚！滚哪儿去？滚出去睡书房，什么喝完酒打呼噜吵我睡觉。我为什么要睡书房、啊？你不是不说吗？不说就滚。哟，我的老婆让我滚，我就滚，我滚，我就滚。嘿，又干嘛？不想听啊？不想。你别后悔啊！不后悔。真别后悔啊！哼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憋不住想跟你说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媳妇儿，说，你这收拾啥呢？明天什么都没带，礼拜一还得上课呢。等你赶快收好，给他送一趟吧。送礼堂那不穿帮了吗？咱俩在老家呢是吧？对呀。那要不叫孟欣送一趟？浩文说这个事儿最好别让孟欣知道。他现在对生二胎这个事情很敏感。嗯。那要不然你给老贾打个电话，让他司机跑一趟。可以，我跟他说。来来来来，这个事儿咱们得瞒多久啊？你看怎么得跟他说啊？先把胎保住吧，万一保不住，不就都空欢喜一场？好，妈那边，到时候一起说。嗯。哎，你嘱咐一句老贾啊，让他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事儿，就咱仨知道。好。喂，浩文啊，你回不回来吃饭呢？啊？安去医院了，我妈去医院了，什么病啊？啊，哦，什么病呀？这，外公，手机借我用一下呗。啊。爸，喂妈，云姐，你怎么在家呀？你不去大姑家了吗？啊，那个遇到点事儿啊，老公啊，哎，云姐来电话了，那我一会儿回去找你们。哎，你先别回来，你先住你外婆家吧。云姐，叫他们回来。外公叫你们回来。哎，别。不能回！安娜，你不是病毒性感冒吗？啊啊！你就在家好好歇着，回来传染全家了。啊，是。你看我这还咳嗽呢。嗯。云姐先不回家啊。哎呀，太辛苦了。这样啊。哎，云姐，在外婆家你听话啊，那书包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。老爸。老妈，这是病毒性感冒，你戴个口罩，不然传染给你了。好。妈一会儿也戴个口罩，不要传染你爸哈。那个云姐啊，你乖乖的在外婆家住几天啊，等妈好了就去接你啊。行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。这刚教完孩子不要撒谎，我这就撒谎。你说我妈也是的，撒这谎干嘛呀？我还得帮她圆。这不算撒谎，这叫隐瞒一部分事实。那虚构那一部分呢？老人撒谎不算撒谎。嗯。我妈该不会是知道我怀了吧？
老贾。这老贾什么时候嘴上能有个把门的？气死我。孟星来了。起开。姐夫。你是要遭罪了呀！哎呀，你就是你！哎呀，不哭不哭！啊，不哭不哭，不遭罪不遭罪。那啥，老贾没跟你一块来呀？老贾没走。乖啊啊！不哭不哭。你叹什么气啊，姐夫？我对你太失望了，老贾。虽然我是你姐夫，但是你比我长几岁，可是你不能骗我啊！我没骗你，姐夫，这是喜事儿，喜事高兴要分享，不能闷到我自己一个人心里偷着乐，你说呢？哎，那咱妈那儿是不是也是你说的？我没说。你没说？我真没说。那谁说的？欣欣说的，他心里存不住事儿，肯定是他说的。就是欣欣，哎呀，你家欣欣啊，是真可怜呐，什么事儿都得让他自己一个人背锅。姐夫啊，我跟你讲哈，今儿早上我来帮你们做那个孕妇餐，不用你帮忙，我也会做。我这不一样，我这二胎我经验更丰富，真的。怎么，二胎还不一样啊？当然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要营养更均衡，那个。搭配更合理。哎，你学着点啊！哎，你听我词儿啊！当然，你是个知识分子，一天不用干活。行，你做给我看看吧，看看你多能耐啊！这剪个葡萄怎么剪成这样？这杆儿还在。姐夫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欣欣可讲究了，这葡萄为什么要剪呢？我要用手一撕撕破，它就不吃，难伺候。嗯，现在更严重，知道？所以说你是不容易。学着点啊，我的大姐夫。挺好，你没事儿常来我们家坐坐，也做做饭，我也歇歇。没问题，只要姐肯生。我研究棋谱呢。有个好消息，想不想听？啥好消息？猜。股票涨了。猜。退休金劳保又涨了。再猜。你那个舞伴老韩头回来了。去。那还啥高兴事儿？真有意思。你知道孟安两个礼拜没露脸，因为什么？他不病了吗？哎呦，这你也信？不，你说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啥事儿啊？赶紧说吧，急死我了。孟安有了。有啥了？孟安有了。啥玩意儿有了？二胎。真的假的？孟安二胎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瞒着我呢？这不是胎一直还不稳吗？那你也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呀，我是你亲妹妹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，你这情况没事了啊，跟我孕早期差不多，吃点孕酮就好。你多大岁数，我多大岁数啊？那能一样吗？肯定没问题，你信我的。我这二胎怀的比你早，比你有经验。回头啊，我带你去找我那个主治大夫，咱俩可以一块儿去做产检。不去，你那医院又贵又远的，我就在家附近找个公立医院就行了。没事儿，
我那医疗卡里钱多着呢，回头我来接你。您那些孕妇装什么的倒是可以留给我。嗯，行。哎，我给你买新的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在学我，想步我后尘？事实上是步了你后尘的。哎呀，小时候呢总是我追在你屁股后头跑，你穿剩的衣服呀都留给我穿，现在我要报复回来，孕妇装不给你买，你就穿我剩下的。哦，行，你还有什么剩下的都留给我啊。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看今儿这葡萄又大又圆，哎，人都说孕妇多吃葡萄生的孩子白。老贾做饭呢？啊，他说要给你做孕妇早餐。孕妇早餐啊，那可得丰富点儿。对，让他做。姐夫，嗯，你不去帮忙啊？我去帮忙啊，我学习学习。今天是我的探视时间吧，我在地库里呢啊，你把孩子们给我送回来。刘源。哎，我眯瞪会儿啊，昨晚喝多了啊，待会儿孩子下来叫我。哎，好的，于总。嗯。妹妹，上次就是你带的玩具，这次可以让姐姐带吗？不要，我想带这个。哎呀，上次就是你带的，不可以带这个了。上次我都玩腻了，必须是这个了。这个我没玩腻。我要带这个，必须是这个。我还没玩腻呢，我要玩这个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吵了不吵了。把玩具放下来，咱们下去了。这病刚好，不能瞎吃东西。去爷爷家要听话。嗯，走，走了走了。小姐。哎，余医生。余医生叔叔好。余医生叔叔好。怎么样，两个小公主，身体好点了？余总。嗯，孩子下来了。不是，过去。赶紧走吧，两人书包背上啊。好，少吃凉的啊。啊，要乖。好。嗯，爸爸来了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爸爸给你买了新衣服。哎，现在不能给你们，那个先给下一水，完了再穿啊。来，跟妈妈再见吧啊。妈妈再见，一直叔再见。再见。拜拜拜拜，安全带系上啊。出门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啊，没事儿。老毛病犯了，低血糖。正好买了盒巧克力，赶紧吃一个。谢谢啊。怎么还送巧克力呀？还都给你。哎呀，以防万一。孩子走了，赶紧上楼休息吧。这是人参。哎呀，这是不看不知道啊，一看吓一跳。啊，贾浩文，这孩子是没少往这儿拿东西。哎呀，他哪次来空手啊？还有呢。行了，别拿了，你总得留点啊，要不孩子们回来吃啥呀？哦。啊，对了对，甲鱼，甲鱼，把甲鱼捞出来。我有个想法，啊，那个你看，欣欣肚子里怀着一个，安肚子里怀着一个，能不能让安肚子里那个姓许啊？过来。哎呀，42六。哎呀，人家现在就流行良好病一好，良家病一家，两个孩子一人一家姓。那人家李能愿意吗？你这。
李林他们家就这样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他那个大姐夫吗？不是姓欧阳吗？他生那孩子叫华华，华华就姓李。对呀，欧阳生的孩子不能姓欧阳，他大姐非让姓他们家的姓李。人家老李家的孩子，他大姐会同意老李家的孩子姓老徐家的姓吗？他大姑姐不得跟你拼命啊！你可别想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李林能同意，李林知书达理。何大姐是那知书达理的人吗？行了，我试试呗。试试妈都不行。老贾呀、啊，老贾你在哪儿啊？谁想我呢？爸，爸谁这么想我呀？我找贾瑜的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，让他干，让他干。你看，我来。哎呦，你好玩儿，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？哎，干啥去啊？啊？那不用着急拿，又丢不了。哎呦，我来陪你姑娘说说话吧。谢谢。哎妈，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我说这些个东西怎么看着啊，有点眼熟呢？不都是你和浩文拿回来的吗？是啊。不是吧？哎呀，那拿着。干啥呀？都认识，没事。守着寻常，其实很难得所有，但它是安稳，都做过颠簸，是你勇敢走的每一步都美、我用所有懂得拥抱你的选择，是永久陪你心